给你们俩拍张照吧。好呀，好呀。我把这画摆一下位置，我看一下。今天留了好多和东东一起的照片，开心。哇，这组画面真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一个妈妈带三个孩子，就家庭聚会。轩逸有没有机会跟杜妈这么一起出去玩过？我们有空都会一起吃饭。对。好看。我看看，给东东看，看你们的摄影脚怎么样？摄影技术完了，哎呀，要被挑战了。那你这个就是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摄影还是。摄影还是有问题。啊，东东叫到。给他俩拍一张，要不然。给我们俩拍，我们俩就是你们俩模特。双白兄弟。也是个组合，马良组合。神笔马良。这个才叫好看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是不是啊？真的蛮好，一定要会抓他那个神态，还有这个，对，一个抓表情，一个抓周边，对，后面有这个景和那个景。